大家好，我是 Barry， 然后今年25岁，然后我已经工作2年，在工作的期间，我也在想说，我要怎么可以提升我的薪水，而且我也在想，我就对我自己的承诺，我希望把英文学好。然后之所以为什么会选择来苏学习英文，是因为这边比较便宜，我可以自己负担，不用靠家里，然后这边也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没有基础的人学习英文。为什么会选择3D？是因为这边学费比较便宜，而且学风非常自由，可以跟老师讨论说你想要上什么课，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英文，可以让你更好的吸收。而且这边地理位置很好，去任何地方都很方便。在这边跟老师跟同学相处都非常融洽，这边老师非常的幽默，让你上课没什么压力，也会主动关心你。哦，对了，一定要选辩论课老师，辩论课老师非常的好笑，跟同学相处也都很好，非常会开玩笑。在辩论课你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，会分 A 队跟 B 队，所以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更熟更好，可以交流文化。日本人也非常的好，会主动关心。假日跟同学一起去看太阳岛，在海边游泳的时候被海胆吃到，才发现他们这边人是不吃海胆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剖开来吃，非常好吃，而且这边的海真的非常干净，一看就可以看到底，尤其是这边的夕阳，这边的夕阳是可以看到粉红色的夕阳，然后变成橘色，再变成紫色，非常漂亮。最后我要来即将来这边的同学建议是，美金不要带小的，要带大的，因为这样汇率会比较好。还有防晒乳要多带一点，因为这边真的很容易晒伤。好，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 today. I wish you enjoy your life in Seoul. Thank you. I'm Barry. Bye bye.